哎，拼车也行，拼车吧，拼车吧。行行，拼辆的蹦蹦车吧。啊，行，等等，拿去，你去拿。现在这时候想把这个蛋打爆的，谁知道啊，他反手给我秒了，把我打倒以后，他居然自报家门了。啊，说是布衣徒弟，我真服了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呀。哎呀，布衣认识吗？布衣，布衣认识吗？认识啊，认识啊，被我拿捏那个没用的东西啊。我操，那可是我师傅，你连我都不认识，进拳认识吗？进拳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怎么说声音有点耳熟呢？你就是他那个没用的徒弟，警犬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我真服了，我还信他了，他说他不会打单排，我出来一搜还是个战神，还有16 KD。 这里我在出生岛看到他在鬼跳，还没把他当回事，可是谁知道他居然是布衣的徒弟。这里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有问题，我打他一个侧身，他直接一个旋转跳给我秒了，居然从窗帘被打出来，飞过来看看能不能拿个蛋保险一点吧。 OK， 蛋还在，但是有个脚步。这里我愣了一下，还要用鬼跳摸过去呢。我一想，西门文的鬼跳被取消了，直接摸过来都没打我，真是个憨憨啊！憨归憨，肥是真肥啊！追半天空投过来被人先舔了，这我能忍吗？找个位置把他真实了。哎，就是现在上车了，三枪了，就差一枪，我们接着扫。只要能摸到他一下，他就得嘎。你看，直接还击，找了半天就看到一个开蹦蹦的，舔完空投就想跑。这个人一直跑，但是跑到后面直接停了，也不知道咋了，就是他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，直接拉出来给我打，直接放弃反抗了。这个吉普车就跟刚刚那个不一样了。这个人求生欲有点大，直接开到宿舍楼转两圈才追到。别跑了哥，都追了半天了，我心情好送你张下巴的机票行不行？他是隔空听到了吗？直接不跑了，还倒车给我打。追了半巨人，第一次被追，加好一秒点，等他开出来就接子弹。看到没有，这种就是属于送分的。刚刚这边有枪声，我们开过来看看怎么个事儿。一过来我就看到这小子手下土豆里不干好事啊，赶紧开下去找掩体，以免被他炸到了。有掩体直接跳车，他趴下了直接丢火给他烧出来，直接把他拿下。这里开过来注意，这个车直接变成金色了，然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手势，不同的是我直接下车了，打掉以后先躲雷，躲完直接把他补了。到绝代圈了，都是一些憨憨了，把他打掉直接就只剩开头那个人了，躲回去看看能不能丢个火烧到他。现在漏了直接把他打掉。你是谁？你是那单字幕吗？是我是我，怎么了？你认识我吗？有点印象，但是我忘了，我有点印象，你是主播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怎么可能是主播呢？啊，我这也是给朋友给我对象打的号，知道吧？我不然我就不碰单排的，我很少碰单排。那咱俩拼过啊？拼车吧，不然拼车吧。哎，拼车也行，拼车吧，拼车吧，好吧？好，行，等等，拿去，我去拿。我操，你干嘛？哎呀，不记得我了啊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啊，你谁啊？我得罪过你吗？哎呀，不一认识吗？不一，不一认识吗？认识认识，被我拿捏那个没用的东西吗？我操！那可是我师傅，你连我都不认识，进拳认识吗？你就是不一那个没用的徒弟进拳是吧？你敢打我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呦，装什么？跟我装什么啊？你一天你就知道骗，你还会点什么呀？跟那莫大将军学的吧？啊，不对，最臭将军。敢不敢让我死就别碰我行不行？我碰你大半呀，这东西垃圾。